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风咖喱。今天玩的是拉相思，然后有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刚才我录了一场平局的拉相思，我上一秒还觉得说这个素材超棒的，因为我不会玩拉相思，我第一次玩。然后结果我一结束，准备要开始剪片的时候，才发现根本没有录到。对，所以我就重新再过来玩了一次，然后他妈的，一上来就是一个哇哇臭臭在赶的垃圾东西，垃圾必须，在那边哇哇找到东西，所以娃娃也有三大箱子，我看到，特雷西。你在干嘛？你还在玩娃娃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你在那边玩娃娃，那么专心是不是？看手机。哦，这应该是开黑，看起来，对啊，KM，那叫 K，是祭司。我带传送，因为不行，祭天师还在这边不能走。刚刚我是带耳鸣，现在学乖了，我会带传送了。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取得好烂。对，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我没有要取笑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取得好烂。对，有一种那种小学生的感觉。抱歉抱歉，就是算了，我不想解释，就这样。等一下就连上。他们就说在评论区说，你你怎么这样讲？是不是和闺蜜之类的？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那就继续追吧。因为刚刚那场没录到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火大。别介意，我这场应该基本赢不了了。你看，刚刚那场那么好玩，然后他妈的我没录到，到底是怎样？是我气坏。到底是怎样？戴耳鸣，那我还能赢？只是上一场纯粹求生者太弱，然后他们就兴高采烈的想要再剪片，然后那什么，那场我好不容易有信心想上字幕，然后就没录到，所以我现在火气有点大。对，对不起。好，这是他的攻击。看他打一个洞，就等一下准备要去救，要救我看到。哦，上一场求生就真的算了，捡了好像也没有卵用，没有上了，直接过。这小马还是来玩的吧？全场只有祭司跟先知在修，先知用的在摆烂。我觉得这机械师全部都只有靠这个。是谁？这祭司在帮忙。对，这祭司有点。我本来想要拿就是，但对，为了录，所以就算。对，我觉得这祭司全部都是这个祭司在带飞的。祭司很强。干，小马还来屁呀、啊！你娘啊妈嘞！死啊！到底在吵什么啦？干！好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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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歉啦，抱歉。这吵的是这些事。好，是一台机械，反正我就必死嘛。我现在连三阶技能都根本没有开到嘛，那这机械师也才二挂。我什么上一场没录到？还是我手怎样断掉？是不是？对不起各位，我火气这就真的应该一样。死屁孩欸！
谢谢。好，抱歉各位，不好意思，道歉一下哈。咖喱本人现在心情就真的有点没送，所以口出恶言，请别介意。好吧，我觉得你们不可能不介意吧，所以对，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送头，看吧，我忍痛追踪。不是啊，你来送干嘛？你的那个跟你一起开黑的那位，他在那边帮你，然后你来送，看你真的超厉害的。Hello, motherfucker。好，其他人呢？哎，你这是卡了一顿。看看，应该还有。来，干他！哎呀，马海走了。好，感觉这局，这局根本不能。根本不能给你们看啊，那勉强一下给你们看吧。哦，也不是勉强，就是好，对不起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风咖喱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下订阅，然后不妨按下小铃铛，最好帮我点赞。对，好，因为我不想要再讲太多的字，这样咖喱上字幕很辛苦。那么，拜拜。